龚俊是什么味道的？乍看，龚俊的性格相比于他的外貌并不算吸睛。当前这个日新月异、更新迭代如此快速的时代，大家都喜欢寻求刺激，喜欢重口味。为什么？每个人都有情感寄托与情绪宣泄的需求，会借由一个公众人物来寄托一些美好想象或宣泄情绪。那些极度偏理性的精英怪才，或极度偏感性的文艺批狂人，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是极度突出的，能量是强大的，也容易引起男男女女体内这一情感片段的共鸣。就像暖男的清爽，战争狂人的铁锈味，可爱萝莉的甜美，忧郁文艺批的微涩，性感男女的火辣。那龚俊是什么味道的呢？我现在还想不出一个具体的味道来形容，暂且以茶来代吧。很多看似矛盾的特质在龚俊弟身上都如此和谐的融于一体，亲切乖巧与叛逆大咧，世故爱财与小富即安，精明强势与蠢萌天真，随波逐流与特立独行，颅内高潮与纯洁羞涩，乍品看似带着一点回甘的品格，细看又像万花筒一样包罗万象。他并不木讷，从他台前的小表情和每次采访中灵动的眼睛都能看出来他的内心戏是多么丰富。他是一个保持动态平衡的个体，就像 GQ 总监刘冲说的那样，自洽不拧巴。我想象不出哪一类人可以无限复制并保证世界稳定不失衡且留有斑斓色彩与温度。龚俊算一个蜗牛，生来是成长的。龚俊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朴素的知行合一，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凡事心有所想必定身体力行，一件件的去做好，从来没那么复杂。对过去，那也是我那个当下最好的选择，从不后悔。对现在，踏踏实实走好当下的路，一步步积累作品，从不迷惘。对未来，我不知路向何方，而我已在路上，从不焦虑。我一直觉得龚俊的格外会不是术而是道，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动物般的本能。龚俊身上有这种天生的悟性，简而再简，穿透迷雾，直视本质。人的一生是线性的谱系，能量也是守恒的，内耗焦虑少了，向前跋涉的动力自然就多了。保持初心，踏踏实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带着一点距离拥抱这个世界。龚俊好懂吗？好懂，表情管理不到位，坦坦荡荡，真诚率性。龚俊难懂吗？难懂，极其看重隐私，不想让你看得分毫不露，真想让你知道，那要不瞒你说才行。龚俊与其他看客之间隔着一面又高又硬的玻璃墙，你可以清晰直观地看清他的一面，但永远别想跨过去看清他的另一面。可能只有在猫猫面前，他才会不断打开自己，慢慢变成一个360度旋转柜里的宝贝。我们也通过猫猫这面镜子的折射，才能多窥得俊的不同面貌。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既要学着打开自己，也要懂得守住自己。只有深深地扎入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充满烟火气的好好生活，我们才能获得真实四溢、酣畅淋漓的感觉。但世界又充斥着他人意志形成的各种文化制度、行业规则、权益谋算，不断涌动着、裹挟着、咆哮着，我们又要努力守住自己的初心，有所坚守。龚俊就是如此奇特，秀台上看着像一个高高在上、光芒万丈的神邸，一开口却一下落入凡尘，变得亲切憨萌，喜爱做饭、享受美食，爱打游戏、爱唱歌，却有点菜，有点小抠，会砍价，会做家务，爱整洁，会拍搞怪视频，哈哈怪，兢兢业业打工，爱搞钱，闲暇开车旅行，享受生活。他就是这样充满烟火气的努力生活、享受生活。龚俊难得的一点，他会尽量调整自己去配合他周遭环境的节奏，顺应某些潜移默化沉淀下来的规矩，但他心里永远有自己的坚守。他不认可的条条框框永远也左右不了他，束缚不住他。就是这样既成熟圆融又天真倔强，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行。所有的个体到最后拼的都是持久，有些短暂的一闪而逝的东西被命运带来，也随时会被命运卷走。龚俊的平衡稳定、强大踏实、初心不改，注定了他不会飘，注定他能走得很远很远。